东西都好，种天气、啊、种芒果也好，香蕉也好，什么的，干嘛比的也好，做外卖干饭的都，他们采收、哦，马上就可以卖出去，为什么知道吗？合作社啊，每一个合作社离家里都好近。离家里好近。他们有那个什么班呢、啊？哎，饼厂啊，他就是以前乌来只有产销班，没有合作社，也没有什么产销班呐、啊，嗯，也没有什么产销班。哦，你看他这一次一说番茄有没有？嗯。哎，高速跟那个离港那边，五六家合作社，嗯，只要把这些产品们，他们一推到合作社，他们就给他，可以，这个钱都花在一起是、啊。主要什么？去借我都做的冷冻库嘛，冷销出去对，而且要时间，因为作物有时间，对，一采下来嘛，那就对对，它有地方销入嘛。那我们乌来这边呢，怎么办？我种那么多，谢谢再联络。哦，但是我就是种高丽菜，还有种小黄瓜，嗯，要收成，封条，怎么样？没有通路，完了，那个小黄瓜是送部落送到乌来街上的，但是吃到腻的不要的，结果我小黄瓜是发财车一车一车的往上下丢。那个就是我说亚大九购他种了200斤的泰雅族小黄瓜的那件事。就是妈妈她说的小黄瓜，不是我们一般的小黄瓜、哦，一般的小黄瓜人家还会吃。泰雅族小黄瓜，你看到你根本不敢花钱买，因为没看过。对啊，这都是人家。你没吃过？我种到高丽菜啊，种到怎么样？一直结果没有通路的，结果没好，全部送给我朋友，送到新店去。隔天朋友他说：“啊，大哥，这高丽菜咱们就像昨天晚上放鞭炮。”崩崩崩！为什么？开花了。太老了。你看看。太老。老了。嗯。你说都可以。放到了。水干掉就崩。不是不是不是，种收成收太晚。不是没办法种菜，而是说，你没有外来的资源啊，没有外来的协助啊，这个通路啊，你是在这，要个人要自己种，然后再去销售，这个时间啊。不可能。你根本不符合成本，就心血全部白。所以说，一段时间不动，我就去做事。那个妈妈哈，在有正好有参与那个部分，在这整个过程里，亚大九购花了将近100万，把他所有的储蓄全部都。100不止，连我的消息给了200多。就是。我说的100只有亚大九购自己了，然后你啊，还有你们家的那些200多，我知道绝对有，所以亚大九购才会整个一蹶不振，因为是整个家族，我们一个人，假设我们哈，我们都在平地都还有收入，我们背个100-200万还好解决，你可以一点点慢慢还，在山上你要拿到现金都很困难。你那个100多万你怎么还？你连10000你都挤破头。要在南部的话，马上就丢，马上就丢。我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九哥阿姨的弟弟，对对，有没有压刷？我是做印刷退休的。哦。中华台式印刷。哦，大公司呢？所以像那个新闻，再回归到报道写作哈，像刚刚那个妈妈鼠木他讲的，就是过去乌来这边没有合作社来行销农产品，然后现在终于有了，这算是第一个。那这个第一个可以，也就是等于是说，一般在讲新闻的时候，就是最好最快或是第一个，这些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点。所以就是像乌来的部落终于有那个有农民自己成立合作社，第一个合作农那个生产的合作社，然后要协助自己要自己救自己去推广农产品这种背景，然后这个资讯就会把它写下来，而且我可能都会把它放在标题。就是第一个合作，现在他们有一个整一个。
产销班。有产销班。产销班跟合作社是两回事，还是昨天周志国合作社主席有说合作社产销班可以卖，那是一个比较像公司形式。那个产，你知道产销班还力量还是农会里面的，农会底下。你的力量还不足以卖出去。卖出去。还不足以，然后另外是我们所有的那个，另外是我们的农，事实上农产里面，妈妈还讲说那个什么合作社产销班都很近哈。事实上真正近的重点不是合作社产销班，因为那是单位，而是在农田旁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农业设施都有，叫做什么理货厂、理菜厂。那然后呢，我们乌来地区也没有理货厂，所以你我们今天说想要结束之后要顺便去拿猪葱，猪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你采来的猪葱大概一半的重量是要丢弃的，那你要整理，你就要场地，就要空间。那像是我们都有看过那个三星葱，那个好漂亮，泡在水里，他说那什么很辛苦啊，泡水很冰，很可怜。那个洗菜的地方就是一个理货厂，对。好，但是污染有没有？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所以真的要做农业，连理货厂都没有，你不要想说后面的什么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很多我们，因为我这些东西只有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提过一点点啊，大家可能没有听。就是大家都认为乌来应该有的东西全部都不存在过，应该有的，就像刚刚大家想的，自来水没有，连水都没有，然后你不要想说什么农会辅导，农会没有，然后什么回头会讲说哪个单位应该没有，应该为什么瑞祥应该没有，这个应该全部都不存在，全部都没有。是因为以前政府觉得污染不用发展农业的关系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但是什么原因很多，但是很多你相关，你要不管是推产业、推观光、推什么什么，真正的问题现在就像大家在现在在骂的文创一样，只剩下后面的枝微末节、搞笑耍猴戏。根本都没有所谓的根，根本像农业的根还有本，就是至少有个理货厂，没有。所以你没有理货厂，你上面有什么产销班，有什么合作社，叫做泡沫。所以基本上这种根根本你没有赶快去弄，不可能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要推旅游，你推完之后赚的钱全部都是乌来以外的汉人来乌来赚的钱，乌来的人没有赚到半毛钱。哎，你推了观光，但是乌来只有拿到垃圾，然后只有废气，然后人好多好棒棒，乌来很漂亮，然后乌来原住民有没有赚到半毛钱？没有。所以我在认识郑州老师之前，我第一次对乌来有印象是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现在那个如果爸爸活着都80岁了。他们结婚的时候，蜜月的地方是乌来，是一个很夯的地方，就要在那个瀑布那边啊拍个照这样子。然后就是乌来有一个乌来瀑布，对对对对。对啊，我们那个时代年轻的时候还有鱼仙乐园可以玩。是，现在那边是荒废了。对，上面。对，我是52岁的啊，那所以说其实。修来，包括修田这里，有一点叫可取。但就有一个共识在原住民还不错，就是没有打，对，没有打那个沙场地，对，这一点，这是你们这边非常大的优势，这个不是不错，几十年来哦，对啊，对，都没有人知道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农药跟化肥啊，这是非常大的，去认证啊，很大片，你像我那一块一大片的。因为像北部要种有机菜，那个两片都是荒废嘛，你一喷什么都死了，对，所以不喷杀草剂、巴拉圭这一类。我们最后两篇，我们赶快，然后我们到田里去问嘛，这个到田里真的很有 feel， 好，来了。